刘家做选手。接下来欢迎红方林雅庆登场，掌声鼓励。黄浩佑选手，黄浩佑选手，请至检录处。黄浩佑选手，请至检录处。录处报告，黄浩佑选手请至检录处。第十二场次红方选手黄，第十三场次红方选手黄浩佑，黄浩佑请至检录处。好的，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哦，比赛在选手进入铁笼之前呢，裁判会先针对他身体做一个 body check， 那在检查完身上没有涂抹其他东西之后，另外一位助理裁判，各位观众现在就会在他脸上涂抹凡士林的一个保护。轻量级的比赛，首先介绍蓝方选手，身高1米68，体重151磅，年龄31岁，掌声送给代表个人出赛的蔡宗辰。他的对手红方，身高183公分，体重151磅，年龄28岁。掌声欢迎来自健身跆拳道馆的林雅庆。场上裁判 ，Ref in charge， Deputy Telfair， 比赛开始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猛龙过江业余综合格斗积分赛，我是 UFC 台湾解说 Camp 郑宇哲，在我身旁的是经营式格斗馆的职业选手何浩洋教练。大家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赛场这个是进入到了轻量级的一个赛事，一开局来自红方的林雅清，他拥有跆拳道的一个背景，哇，对手的拳击看起来蛮凶狠的。所以林雅清除了跆拳道，他的柔术也非常厉害。他这个低边腿、扫腿，扫的对方脚都歪了。哇！直接跳上去做一个扑克的一个动作。哇！三角锁马上换了进去了。不过蓝方的选手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三角锁的一个到来啊。看起来非常非常接近，降服的一个把位。有可能会直接降服。哇！这个位置会不会让对方直接失去意识呢？这个抓的看起来非常深哦，不过因为在蔡宗辰还有一点力气不断的往前推，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个气管被慢慢夹紧的事实哦。在压迫他的后脑的一个位置，有可能在针对他的这个颈部再做一个加压。三角锁的一个降服把位，浩洋教练这边可以跟各位解释一下他是怎么样成型的呢？好，所以对手必须现在结果被翻转过来了，哇，还是在一个上位的三角锁。三角锁就是可以用对手的手跟你的脚呢，把你两边的动那个颈动脉压制住，造成缺氧。哦，但是林雅清也非常非常客气啊，他基本上是用降服把位为优先。哦，现在这时候是一个晚十字，看看蓝方选手是不是坚持下去呢？这个晚十字虽然斗志非常非常高昂啊。还没有能够终结他，必须要把他手保护好自己的一个颈部。不过因为压制在这么高的位置哦，对蔡宗辰是非常难逃脱的哦。就算翻转到下上位的话，他还是在三角锁位置。哇，这时候连续的地板拳，裁判有可能在这个瞬间会终止比赛哦。
你现在蔡宗成只剩一只手可以防御了。哇，看起来是挡不住对方的拳头。是蔡宗成的斗志仍然非常高昂啊！面对对手的连续地板拳，丝毫没有想要退让的一个意思。好，现在林雅清就以逸待劳了，不断塞重拳在他脸上，有可能就可以结束这整场比赛。裁判现在警告蔡宗成要赶快继续进攻哦，继续防守。他也督促位于上位优势位的林雅清必须要终结比赛。这是转换到一个十字锁的一个位置哦，这时候手已经超过可以容许的极限，这时候应该已经哇，这个非常危险哦，手已经弯曲了。哇，非常非常惊险啊，看起来蔡宗成好像也不怎么痛的感觉啊。哇，他手臂的一个伸展度啊，真的是超乎常人，超乎常人，非常非常厉害。不过林雅清的降服技术很明显是在他之上啊，没错，可能他需要增加一些柔术的一些训练。没错，这柔术的差距有点大。在使用的是一个传攻 choke， 后来转成一个 arm bar， 本来一个三角脚转成一个十字固，漂亮的终结。因为这个十字固会伤了对方的手腕，所以呢，有一阵子红方选手是有点手下留情的。好，现在正式宣布比赛结果，在第一回合2分46秒，由红方 arm bar 获胜，十字固林雅清，恭喜。优秀各位获胜班颁奖，太漂亮的一场比赛了，太刺激了。好，恭喜林雅清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12场的比赛，首先欢迎蓝方选手刘家佐，掌声欢迎。